美丽的事物总是引人注目，贵丽的珠宝更加是璀璨夺目。但是即使闪烁如钻石，亦都需要经过打磨和设计，才能够展现个性，表达情感。那究竟一块裸石打造成珠宝首饰需要几耐时间呢？其实是大约要一个月的时间。咁啊，首先咧就要收到貨之後咧，就根據嗰件貨品嘅形狀啦，咁我哋會幫佢啊，根據佢嘅喜好做一個初步嘅設計草圖，咁然後再正式出一個啊生產圖，再交俾師傅，所以前後係需要一個月嘅時間。見到澳門其實已經發展到差唔多嘅時候，其實而家翻嚟澳門做自己品牌或者做私人訂製，其實係一個比較適合嘅適合嘅時間咯。講我的工作內容咧，其實咧就係乜都做嘅。不過咧，我諗好重要一樣就係聽客人同我分享佢嘅故事啦。我再透過畫紙同埋畫筆，將佢嘅故事用珠寶嘅方式咧去呈現翻出嚟咁樣咯。聽到三位主角嘅介紹，相信大家都唔會懷疑澳門到底有冇珠寶設計師。不過澳門嘅珠寶設計行業確實係處於起步階段。今集透過佢哋嘅故事，了解呢個令人綻放光芒嘅行業。Koyi 熱愛創作，亦都喜愛聆聽，所以佢嘅作品喺亮麗嘅外表下，仲蘊含住一段段動人嘅回憶同真摯嘅感情。設計來源其實咧，真係要聽客人講故事。咁主要其實特別一啲好有我哋叫做好有意義或者好有歷史價值啦。對於客人嚟講，咁通常我哋都會聽客人講話佢同呢一個珠寶或者呢一枚戒指嘅一啲故事啦，即係例如係邊個送俾佢嘅啦，或者係有咩歷史、有咩意義價值喺入邊啦，或者佢想賦予佢一個咩新嘅意義咁樣。通常就聽客人講，講完之後咧，我哋就會記錄一啲重要嘅 point， 再加上客人嘅喜好啦，即係例如我啲客人佢係好中意花類嘅，好中意一啲小動物嘅，咁我哋會嘗試將呢啲嘢咧去結合放喺呢個設計入邊咯。所以設計靈感咧，我諗就全部係嚟自於客人嘅故事咯，係再加我哋嘅豐富嘅想像力。其中有一個客人咧，媽咪咧有一隻咧一直佩戴開嘅一個舊戒指啦，上面有五粒嘅鑽石。咁於是咧媽咪就呢個戒指媽咪都唔再戴嘅啦。咁佢其中有一個女咧就即將出嫁，咁於是媽咪就委託我哋去設計咧四隻戒指，咁佢同佢啲女咧每人一隻，咁就將媽咪嘅愛傳遞俾三個女，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好有印象，同埋喺呢個設計過程入邊都覺得好開心嘅一個 design 咁樣咯。咁呢粒玉咧細細個出世嗰陣時咧係我媽媽送俾我嘅第一粒玉啦，咁一直都放喺保險箱入邊。當我見到呢粒玉重新打造過，我覺得真係好靚。好有媽媽的愛，因為佢入邊有我自己個名字，同埋背後有我的手指紋印，同埋呢粒石是我那個出世月份嗰個寶石，所以好有紀念價值。同唔少創作者一樣 ，Koyi 都係以網店起家，但係珠寶嘅交易額比較大，佢點樣喺虛擬世界當中取得客人嘅信任呢？或者我可以分享一個故事啦。咁話說有一個客人，佢透過網上咧就揾我成交一個五位數字嘅鑽石。咁當時咧我哋真係冇見過面，完全冇見過面嘅，佢就直接將呢個款項咧就轉載入嚟我哋公司嘅銀行帳户。咁我都有直接問個客人，我你信得過我嘅啦咁樣。咁佢都話其實澳門好細啊，佢覺得佢買我嘅產品，佢就信得過我呢一個人咯。同埋佢話我一直默默有留意你哋嘅 Facebook 噶啦咁樣。咁其實客人嘅百分百信任對於我哋嚟講，其實開頭真係受寵若驚嘅。咁我諗其實就係同客人建立個關係咯。咁除咗我係珠寶設計師你嘅客户之外，你嚟購買我嘅產品，其實更加多嘅我哋有好多情感上面嘅交流，即係例如你要同我講你嘅故事啦，你要分享你一啲嘅對呢個珠寶嘅特別嘅情感啦，然後我再去幫你做設計咯。有時我都會代入翻客人嘅角色去幫佢去畫圖咁樣咯。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嘅珠寶首飾就唔係一件冷冰冰嘅產品，或者一件冷冰冰嘅珠寶，而係有生命嘅、有故事嘅一個 product 咁樣咯。澳門嘅珠寶主要由外地購入，再以一買一賣嘅形式銷售，珍愛珠寶設計師嘅發展空間。回流澳門嘅風就希望打破呢個局面，推出自家品牌樂湖大型度假村。其實有嘅，因為我哋其中一間集團就做一個拆卸升級嘅夥伴嚟嘅。咁其實佢哋而家多方面都有協助我哋嘅。咁但係點解我要一入去就係要入去度假村度咧？咁其實因為
相信其實因為我哋而家做嘅係一個品牌形式，係一個概念，係以即係、就是、以一個主題或者係一個理念去做一樣嘢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哋需要一個比較大嘅平台或者空間去推廣我哋嘅理念咯。所以我哋選擇咗響度假村度啊，去做一個起步點咯。為咗打開知名度，佢帶住作品四出奔波。但是要闯出名堂，仲系要由基础做起，保证产品质量。其实而家我最主要有三个范畴啦。第一个范畴就是自己品牌啦，第二个范畴就是私人定制，第三个范畴咧就是帮人加工嘅。咁其实如果是顺序咁讲咧，其实应该调翻转嘅，应该系首先是帮人做加工，然之后私人定制，然之后最后尾先至系做品牌。咁点解咁做呢？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啦，珠宝你话做品牌做私人定制，其实个根底都是源于生产，所以有时候我哋必须要即系好似我哋咁做，要做自己品牌嘅话，其实都是要开始就系由工厂做起咯。即系你先了解咗个工艺，然之后先至去讲设计，去讲生产，去讲品牌咯。我哋嘅品牌 concept 咧就系全城嘅创新。我哋而家有三个产品啦，咁其实呢一套咧就系啱啱响香港九月份嗰个 Fashion Week 度同 model 戴过嘅，呢个系其中一件产品咯。咁我哋当时候系有八套嘅產品過咗香港咯，跟住呢件咧就係其實就係為澳門一個導演去行香港電影金像獎時候訂做嘅件產品啦。而呢一個咧就係澳門自由身體力嘅其中一個 artist 嘅珠寶咯。從事珠寶行業十幾年嘅 Winnie 就希望為翡翠玉石重新定位，喺保留舊店嘅同時開設全新概念店。咁我自己就從事咗珠寶呢個行業十幾年啦。咁點解保持原點？係因為我哋以前係由水晶開始做嘅。咁始終有一班老客户啦，同埋啲好傳統嘅客户。咁開概念店咧，係我想希望尋找一個新嘅路線，就係、是、希望一件玉石啊，點解唔將佢設計到靚靚地再推出去呢？就好過就咁擠埋一件裸石啊，或者簡單咁樣雙個扣。即係我想將佢包裝得靚啲，同埋澳門珠寶設計師咧，因為本身有啲人係興趣啦，咁佢哋唔一定係從事珠寶行業㗎。咁我自己開咗呢間概念店啦，咁我亦都係澳門珠寶設計師協會嘅會長嘅。咁我都希望有一個咁樣嘅平台，即係提供俾佢哋有興趣去設計珠寶嘅會員，咁有機會俾佢哋展示佢哋嘅作品，唔單止淨係一件作品，仲可以生產為一件貨品咯。Winnie 熱愛珠寶，所以在珠寶設計師協會當中擔任會長，希望為從業員提供交流和學習的平台，一起追逐夢想。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因為澳門以前是沒有珠寶設計學的，就早幾年澳門科技大學那裡就有這個課程，我自己本身都是那句很有興趣的，就去讀，然後就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仔啦，咁就大家一起之下就組織咗呢一個澳門珠寶設計師協會。咁亦都藉住呢一個協會呢個平台咧，希望可以發掘更多對呢個珠寶設計有興趣嘅人才咯。澳門自2013年推行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以嚟，本地開辦嘅課程種類百花齊放，連珠寶設計課程都有得獨家，而且由從事珠寶行業20多年嘅資深導師教授。我哋呢個珠寶系列嘅設計課程咧，喺自2013年就開始就係推出嘅。咁當時嚟講咧，就好多市民咧都同我哋反映翻咧，就話喺澳門咧，就佢哋都比較難揾到啲類似嘅課程喎。咁我哋就決定推出一系列嘅課程啦。咁就包括咗手繪啦，有初中高階啦，有電腦啦，亦都有網上營銷啊，咁類似嘅相關課程嘅。咁嗰個課程特色嚟講咧，就係我哋用一個單元化嘅形式。需要咧就去揀課程去進修。澳門嘅珠寶行業咧，對我俾個感覺係正面嘅，係有增長嘅，亦都好多嘅珠寶嘅門市係存在咗，都好多年歷史噶啦。亦都有呢個珠寶嘅行業啦，喺澳門咧嗰個歷史咧，其實都好長遠嘅喎。咁咧就如果能夠喺呢一個嘅澳門嘅珠寶嘅行業嗰個嘅運作嘅範疇再闊啲啦。
就更加自豪啦。譬如話咧，喺外銷啦，喺呢一個培養多啲有關珠寶設計師，每間公司買嗰啲嘅設計嗰啲嘅貨，能夠可以設計再更加之 tailor-made 啲個人化多啲。咁咧，等等呢幾方面咧，我相信喺澳門嘅珠寶發展嘅珠寶行業嚟講咧，係會更加之係嗰個嘅發展會更加之好，創新性嘅感覺更加之高。課程除了吸引一批珠寶從業員進修之外，亦都有不少對珠寶設計感興趣的人士報道。其中學員譚思明更加是一次香港嘅品牌設計比賽當中奪得冠軍添。佢的主題咧係 romance and love， 咁亦都有 budget 上限嘅。咁當初因為其實香港間公司咧係都好出名，同埋都好出名係以愛嚟做主題嘅。咁所以比賽之前其實我都有做一啲 research， 我有睇翻佢本身自己有啲咩 line 啊，有啲咩客源啊，同埋睇翻 budget 上限同埋佢要求嘅嘢。咁我今次自己作品嘅主題咧就係無限嘅愛 ，infinity love。咁所以其實喺作品當中咧都會有好多係無限符號嘅一個標誌咁樣。當時見到其他參賽者的作品咧，我是打定輸數的，我是覺得哦，應該都是吸收經驗的啦。但是當宣布嗰一刻原來是我的時候，其實真的很興奮的。其實就算冇呢個比賽咧，我都有諗過向呢方面發展嘅。但是因為始終喺澳門呢一行其實都很小，同埋澳門如果你是想在呢度讀一個正統的 degree， 在這一科其實是基本上沒有的暫時。所以這個可能就會是我或者可能其他學生面對的一些難處咯，即如果他們想在這方面發展的話。但是我自己就會有即都有想說會可能向這方面發展多一點，但是可能即起步可能就會是一個 freelance 的 designer 開始咯。在 Winnie 的概念店都可以見到他的作品的。莎士比亞曾經講過，珠寶沉默無言，但是最能打動女人的心。究竟珠寶的魅力在哪裡呢？即自己都是做緊珠寶呢一行嘅，咁對珠寶設計咧就都有興趣嘅。喺呢個課程當中咧，掌握咗一啲基本嘅珠寶上色嘅技巧啦，咁同埋點樣去睇一啲光源啊，同埋點樣可以令到嗰個物件畫出嚟咧更加立體咯。咁學到嘅嘢，我覺得係非常之實用咯。因為我覺得珠寶好代表你一個人嘅氣質啊，同埋代表你的思想。其實每個女仔都係好中意一啲閃嘅嘢㗎啦。咁我中意珠寶就係因為覺得佢比較方便咯。即係譬如你有時著啲衫好簡單啊，正式咁樣 T 恤牛仔褲，跟住加一件珠寶就已經係靚咗好多咁樣。如果一個大空間去做一件產品，其實係相對性簡單嘅。但係你要喺一個咁細嘅產品，譬如啲咁細產品，又要表達到自己嘅理念，你又要有自己風格，其實係好好玩嘅咯。由冇到有啦，咁係好似望住自己嘅 BB 出世嘅一個過程咁樣咯，所以對於我嚟講係好有意思。我真係好熱愛珠寶，亦都好中意珠寶設計，所以就係隨住自己呢個夢想咧，就去開咗呢一間概念店，就希望可以追逐自己嘅夢想，繼續喺呢個珠寶行業繼續發展，將澳門珠寶設計希望可以走向國際，等外邊嘅人都知道澳門呢個細細嘅地方咧，其實珠寶亦都有佢嘅市場，同埋珠寶設計亦都可以好出色嘅。澳門嘅珠寶設計確實仲有好大嘅潛力。喺我哋拍攝之後嘅短短幾個月間 ，Koey 嘅門市已經投入營運。阿峰又帶住佢嘅作品踏上多個舞台 ，Winnie 嘅品牌更加獲得獎項嘅肯定。期待佢哋有更多作品為我哋記錄美麗嘅時刻。